就这玩意儿，这都是一些老皮。这老皮给它切出来，就这里是吧？最后一块哈。这样不疼。不疼是吧？嗯。就最后这一块了。就这么一块，这你看这边的东西哈，就会让你不舒服，全都是些老皮哈。清楚了以后立马就舒服了。
啊，休学呀。后来到哪了？写了很长，写了很长。你给他打个包书包就回去。你给他打个包书包就回去。姐夫不是姐你吗？哦，这个成本就好几百一天。嗯，是德国进口的。你看这个皮儿真好。进口的东西。东西一看就不一国产的它容易那个啥哈。嗯，这边拉起来。对，拉得更厉害。疼的话你就说哈。不疼啊，不疼。会刮袜子的这个，嗯，被子放里边。我说提个小东西不行吗？行。还有一遍。还有一遍。蜂胶。这啥红斑吗？紫外线红斑。紫外线红斑。OK， 嗯，好，嗯，等一会儿晾一晾哈。